要解中国人要解多少啊？中国人在数学方面都很厉害，非常棒的。你够了，你数学的多少？我们的分数很低，帮我们算一下，给练习算数好吗？不行，我不可能帮你们，也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啊，什么？不及格。中国人都会说汉语。你好，我们都是亚典料理学生，我们正在到中国文化的客厅。对了，今天提一下，中国有多少？也听不懂汉语。中国人都有一对小眼睛，皮肤是黄色的。对不起，这里有教汉语的中国人吗？有，你想学习什么？我是教汉语的中国人。中国人常常用筷子吃饭，咱们吃饭去。你怎么不吃？诺筷子，嘻嘻，我不懂得用筷子。你真的了解中国人吗？嘻嘻，大不珍贵。你必须学习汉语，才能大博珍贵。你会了解中国的。